今次點解要接受呢個挑戰，係因為當然自己有好多壞習慣喺籃球上面要改啦，甚至乎好多技術其實可能要提升嘅。我希望我自己都能夠打波之前都睇一睇呢條片，睇下張 Sir 同埋即係我點樣可以大家即係一齊去提醒一下一啲個人突破嘅一啲嘅技巧。 我周柏豪願意接受挑戰。